潘牧师、钟干事、陈牧师，还有高明地区长老教会，我们中区会的议长、牧师跟我们各位兄弟姐妹，高明地区各基督教会会长跟全体牧长，跟各位兄弟姊妹，我们天主教高雄教区刘主教，还有我们今天在座有很多的神父、修女跟各位教友，我非常高兴、感动，今天高屏地区全球祷告日，为高屏地区，我们内心充满爱。